Zico,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you about. Yeah. 这个胜负其实也很残忍啊，赢的直接晋级，输的呢，就只要待定了。那么现在让我们来公布一下两队的分数。首先是毛巾数，74比49，获得74票的是。 Apple 和西佳琪，裁判总分数635比673，673分的获得者，其中有两个裁判打了满分。 我们都在这段时间去尽最大努力去把它做到最好了，它是我们心里面最好的作品。因为他们俩都是很强的舞者，其实是比较紧张的。获得673分的是Apple 和西佳琪，总分747比684分，恭喜 Apple 西佳琪进入总决赛。 Zico 和翔仔暂时待定，所以现在你们可以去往待定区休息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Apple 皮卡奇是我的全场最高分，我会觉得是没有一点点瑕疵。他们的那种组合技你是完全想不到的，每一趴都是惊喜点，他们结合出来每十秒都是一个惊喜。这个作品的立意给我感觉也是很棒，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那。 你怎么样把你心里面的两个人去融合起来，或者说和他们成为一个人，立意很好，然后呢跳得也很好，没有任何一个作品可以跟他们这个作品的技术来相比较啊，真的是顶级的。他们其实打破了很多传统舞台表演的形式，加上他们在整个演绎的过程当中那种撕扯感，会让我特别的沉入其中，而且是整个表演是没有一点点瑕疵的。 所以我毫不犹豫，我给了满分。周玉祥那组特别有意境，就在一个灯光下，在光的这个伸缩的当中，把一个内心的那种孤独、煎熬都展现得淋漓之致。从最简单的一种方式，把人内心诉说得很饱满。但是从音乐到我们的舞者，都是走内心戏，不是所有人都能静下来的。 所以从画面感上或现场状态会稍微不太占优势，但是不影响它的这个整体的表达内容的叙事。